时间是一个考验，是冥冥之中的一切主宰。时间代表了你的健康、你的财富、你的一生。但可惜，时间是有限的。一日1440分钟，只不过是短短24个钟头。以前小的时候呢，总觉得时间是无限的，看不到有任何期限。其实作为一个 project manager， 不单是需要保证任务要按时完成，同时亦都要管理好团队成员的时间安排。我亦都被委派去协调香港和国外公司的合作，确保能够顺利无间。科技发展快了，但反而令到你越来越忙。一日仍然只得24个钟头，时间是不够我利用的。其实由中学时期开始，妈咪已经为我准备白兰氏鸡精，去补充我的体力和努力，去面对我的学业压力。咁由嗰日开始啦，白兰氏鸡精已经成为我最佳拍档，每日饮一支从未间断过。每晚放工后，我需要同客户应酬，即使饮到3更半夜，第二朝我仍然能够精神奕咁翻工。就算时间有限，白兰氏鸡精就是我最佳拍档。